林志胜连续69场上垒，精拼仰坐纪录。以下为您介绍机舱内的各项安全设施，若遇到对方投手乱流时，请拿起加油棒左右连续猛力敲打，制造声响。大师兄林志胜昨天挑战连续上垒纪录，持续飞行。昨天对统一的比赛，三打数两支安打，连续上垒纪录延续到69场，追平铃木一朗日本纪录。今天将挑战缔造亚洲职棒纪录。蒋志贤和周思齐在7局开轰，其中蒋志贤轰出他本季第5号全垒打，暂居联盟全垒打王。王胜伟在8局平手僵局，击出胜利打点，助中信兄弟以8-7击败统一。感觉怎么样？王胜伟。另一场义大对蓝苹果的比赛，义大在胡金龙带动下全垒发动6次盗垒，助义大以5-2击败蓝苹果。窦兴文，报道。